Come here. No high. No elbow. Knee only one. No clinch. No kick down. Okay. Right. Back on.好，现在大家看到的，这是一场2019搏击世界杯 B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。虽然两位哈已经无缘今年的搏击世界杯了，但是依然会把一场精彩的比赛奉献给大家。我觉得这是一种体育的精神吧。对。好，介绍一下两位，红方选手双响炮胡亚飞，蓝方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法比奥。法比奥代表葡萄牙维多利亚拳馆啊，他的步伐跟摇闪都不错啊，那懂得走两侧的 T 字位，然后他的攻击招式非常的多。去年跟张成龙打过65公斤，那三回合下来，张成龙胜过了我们的这个法比奥。嗯，那在武林风的首秀呢，他是对上刚刚的李世远，他是以28-29气走了胡亚飞的师弟李世远。所以这一次呢，胡亚飞来帮师弟报仇了。对，有话说要报仇，怎么被逼到边角了？要注意一下。喂，哎，奇怪，这个胡亚飞这场比赛又出现了一些状况哦。他胡亚飞过去就是怕拳，对方一出动作，他就手就缩起来，你要主动去打迎击。放。胡亚飞上一场打刘亚宁的时候呢，表现是非常好一点，是有比较有信心。那这一场是还是有点害怕。对。好，现在法比奥是反架，哎，一个击腹拳，贯穿力非常的够。哎，好。哎，胡亚飞这场比赛没有像他上一场对上刘亚宁那场有自信。哎，有这两腿够，哦，分量够。过去胡亚飞的缺点就是他腿法好，但是呢缺乏其他的一些拳法或其他方式可以去掩护他的腿法，所以呢太明显了，很容易被防住。对，所以至于后来他的比较是他的这个标志性的动作就发挥不出来了，是包括他的双飞踢都出不来，因为出来也没用，那大招太大了，对方看得一清二楚。哦，必须要多点假动作，多点拳法的掩护。对，挂到后脑，勾住了。是。那看起来我们的法比奥的后脑是蛮强壮的，没什么感觉。现在胡亚飞的这个战架还不错，他就是把身体弓起来，但是你应该出拳，但他弓起来没有出拳，拳再多一点。哎。好，还有10秒。是。哇。放。还好法比奥躺得快。放。好，双方互相摔了一次。哇，所以说运动员真的是需要在比赛当中去发现自己的不足，然后这个尽快的去弥补它。对。我们今天发现的一点就是胡亚飞的战架。是。啊。好，这一腿捞到了后脑。不过是挂上去的，威力还不够。那正蹬上脸这一招呢，在上次对上刘亚宁也用出来了，还不错，但没有绝对的这个威胁性，他只是吓对手而已。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由伴随一生的梦想中国红红西凤独家冠名的武林风。好，第二回合的比赛。是。第一回合胡亚飞的腿是够分量的，那只是说他起腿的时机，他都是在对手有防备的时候起腿，效果就差了一点。对。哎呀，糟糕、哦、一个正正上脸落空之后呢，被对方哇狂追了好几拳。这个正正上脸动作不要做太多。为什么？因为落空挥空的很高，跟那个下劈腿一样，很容易挥空，而且没办法做这个连续的追击。
你看到这个蓝方法比奥他的一个连续进攻，拳腿连接的比较好一点。哦，好，现在法比奥的直拳到目前为止都蛮准的，但是呢他力量还没打出来。胡亚飞到目前为止他的进攻的连续性还是没有打出来。胡亚飞上半身往前倾一个用意，也是想看清楚对方的一个攻势。好，拳腿连击。胡亚飞前手刺拳打完之后，后手就没动作了。现在他攻势都是零散的，这个比较可惜，很替他着急。尤其这个时间差，对手反击之后呢，你应该立刻跟进。胡亚飞都是想了很久。我觉得胡亚飞身体素质是没有问题的，你要组织去立刻进攻，跟进一点。好，现在跟进，这个跟进就是最快的时候了。对方打完在休息的时候，你就立刻跟进去。哇！再来立刻跟。其实你看后退之后呢，可能对手想你还在休息，你就改变那个节奏。对方认为你会休息的时候，你就不要休息。用这样节奏的变化来造成对方没办法很正确的判断你要不要攻击。那胡亚飞可以不用再刻意去拨或接对方的腿了。因为拨完之后，胡亚飞的攻击也没有跟上去。打应激拳，再来，到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上劈腿之后，一个有点像下劈腿，要像正能少年动作，被对方追了好几拳，不划算。OK, champs out, set now. 来 ，fun, fun and roll. 好，第三回合的比赛是。胡亚飞主动一点，一开始就往后。你要往前，进攻太少了，哎，进攻对方就会后退了。重拳，在对上，刘亚宁那一场还有重拳呢，在这场比赛重拳不见了，不要游走，往前就对了，重拳了。不要再接了，接完没动作。弯突重拳，不要只有前手没后手。好期待重拳。是。啊，这个腿可以，可是对方不怕。哇！惊到砰的一声。啊，现在这个时间暂停。是。感觉上胡亚飞还是比较喜欢起腿，也没关系，你就继续起腿。打你喜欢打。右后退，右后退。哦。胡亚飞这个后退啊，真的是比较没有道理。对。好，后退之后进攻，哎，还后退。其实后退完又不进攻。哎，这一波可以，可以。退开。就有点让我们搞不清楚胡亚飞心里在想什么。是，擂台上你不打对方就打你了。对，客气什么呢？对，再来。哇！胡亚飞就喜欢这些这个高位的一个腿法，高位腿法也导致很容易被还手，那很容易被推倒。哎呀，糟糕，又挨打了。
小心，像刚刚胡亚飞的这个低扫踢是可以的。这一回合我只看到胡亚飞有一组的那个还不错的拳腿连击，其他都还没有出来。哎呀，还要再起高腿。胡亚飞起高腿的时候，其实人都是往后仰，就是他这没有威力。对，他习惯于，或者说他喜欢用这种高位的腿法，怎么样做，就是再把那个调整一下，怎么样调整才能够做到有效呢？一个要用前手去骗，第二个就是抓空档，像这个宋少秋踢到拉多一样，是抓到那个空档。那胡亚飞想一直赌看对方会不会手掉下来。哇，这个赌就赌得有点太冒险了。去年的这个搏击世界杯被他赌到了一次，有那个神来一腿，今年都没赌到。人家说手气差了一点，他是腿气差了一点，就靠运气啊。是的。还能够再改造一下，深造一下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一号裁判27-30，二号裁判27-30，三号裁判27-30，比赛结果蓝方胜 ，winner， 祝贺法比奥。I think my performance was very good. I think I did my homework, was study my opponent. I knew that it was a guy who throw too much front kicks, so my game was to fight close to so he cannot put the frontal kick. But yeah, I think I did all the thing I need to do. I think he's a very good opponent. His legs are very, very unpredictable.So I like very much because of that, because it was a different game. I never fought with anyone like that. So I think it was a good game. I think WLF it's like the logo have world champion. I think he's a world premier league, a very good event. So I love WLF and I hope to come back more times.